就算门上那个人，我也不理。啊，这是谢坨坨，谢坨坨，看看啊，邓坨坨。你让我来买东西。好嘞，那我要先回去啊，我已经爆满了。谢谢你的招待。而且我发现你们看我去人家家买衣服好像很开心啊，我可以快生吗？没有看到那个复活蛋吗？会有那个可爱的那个复活蛋的蛋。可是我很怕我到时候东西这么多怎么办？救命！我很怕我到时候，万一那个蛋就在上面。不是有那个复活节的活动啊，你知道吗？复活节的活动，天东西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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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动，如果他没地方可以放进我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妈有点惨了，但是不是饿。不能生在地球上也好处，因为能够躺的大空间有限，然后玩法很高分，你想到以后我吧。那当然还要说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就把全部都摆满，只有一个小区块九宫格，说不然怕伤到你们自尊心。我先替你家方便哦。你家方便在哪里？啊，你先放假是不是不当男仆了？恶心死了！哇，昨天29是你，今天他妈你这个是体质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5、8、4、40只哎！恶心死了，烦死了！我昨天订购的那一只哦。我昨天订购的那一只是哪一只？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被吃掉了！吃掉了。可是说真的，站在那旁边会有一种又，就是你的手把握着手把，右手会有一种莫名麻麻的。痒痒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哇！好啊，看着我买啊，没关系啊。我都没有阻止我啊。那个荷包就越来越少啊，然后等下就没有钱可以买啊，然后我又不能领钱啊。蓝色壁纸我
我是有买过啊，你们还有印象吗？昨天。少啰嗦啦！啊，你要不要摸那两个东西？我拿去。太邪恶了啦！然后他等一下跟我讲说是要退货，我就揍他。老板，我昨天在这边付的那是两个弟弟，你说他被吃掉，那我可不可以要求赔偿啊？昨天我丢多少？1000块还是10000？忘记了。你捡到我的道具了吗？什么道具？我跟你讲，我不是千挑万选，这是老夫他弟弟说他的料片，这5000块吗？不够吗？你自己看，这是每一只都没有一只屁股上那个料片的嘞。这是千挑万选，价格是价格不菲呢。5000块能做个10000块吗？对不对？千挑万选，就这么一只有下片的。谢谢。